一入到去咧，已经有架闪闪发光嘅马车等紧同大家影相啦。旁边咧仲有个最佳拍摄位置嘅 logo。抬头一睇咧，原来就有条布满唔同颜色灯泡嘅长长隧道。喺入口咧已经听到好浪漫嘅音乐啦，跟我一齐入去睇下。入咗隧道咧，转右手边，全部都系唔同颜色嘅玫瑰花。喺呢度咧有足够嘅地方俾大家打卡，中意点影都可以啊！继续跟我一齐向前。睇下除咗玫瑰花仲有乜嘢睇，细心啲留意下旁边，原来有个投射灯投射啲蝴蝶出嚟啊！继续向前行就会见到有两个好大而且唔同颜色嘅心心，远睇咧已经见到闪闪发光啦。心心前边咧系有凳俾大家坐喺度，咁大家咧就可以慢慢影啦。如果嗰日着得好公主，其实坐喺心心嗰度影相的确系几靓嘅。两个心心都影完嘅话咧，就入翻去彩色缤纷嘅隧道啦，一直向前行，行到尾咧就会见翻架马车噶啦。王子可能喺度等紧大家噶。